参与来宾以及所有参加围炉餐会新新人，点起蜡烛做型的灯会，在主持人的邀请下，最会将平安两字摆起来，也希望借助祈求新的一年台湾会当一切平安，让平安灯火温馨的灯。在相当温馨的气氛下，今年一度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南投分会以及南投地检署为新新人家庭举办的年终围炉餐会正式展开。会中主办单位除了安排春联挥毫、太鼓甲舞蹈表演，前环保协会主委林丽芳是特别办起财神爷来跳加冠，亲身表演来祝福大家。会的大家，让大家喜气带到。无贵带到，来祝祝哥仔了，老师仔，真欢喜，真快乐。寒冬送暖，点亮美丽人生，就是我们心里的安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有关于感谢咱林邦良，检察长为阮办这个活动。目睭有精彩闹热表演，嘴中有好食的围炉大餐，让参加的新新人是感动佮感谢。对此，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借此机会鼓励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新新人，会当感受社会对因的重视佮照顾，让大家在每一年出席的时候呢，互相彼此打气鼓励，让大家觉得生活是一天会比一天的好。那么，希望南投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对于这些被害人的服务呢是不离不弃，也因为呢不离不弃呢，帮助这些犯罪被害人在一路上呢有加入犯罪被害保护而更加温馨。希望借这样一个场合来让我们的犯罪被害新生人能够勇敢的、快乐的走出来，能够迎向阳光。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对于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来表达我们对于他们在犯罪被害保护业务的推动上面，还有跟犯保南投分会以及南投地检署的资源结合上面，给予我们的协力。除了围炉吃好了，现场也有真多社会关注的礼品和奖金，都是要送给大家，好在新新人家庭会当过好年一关。为了参会举办，也将反起诉处分金以及认罪协商金做了上好的运用。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